我们走远一点。为阿廖将阿赶出来，这是一种有机农业的种植方式。透过阿来食杂草，也是好收入等等的损害农作物的物件。这是大庇河农民从遵守引进的。不过，伊的身份唔那是农民，阁是一位真真正正有街头艺人认证的魔术师。我这里有一根棒子呢，这个叫钻石棒，上面有两颗钻石，下面有两颗钻石，加起来一共是四颗钻石。这个钻石呢，非常顽皮，它抠是抠不下来的。但是我们需要四个魔法，像这样子，它就会分开。现在是上面是分开的，下面还是粘在一起的，有看到吗？我会到处表演吧，尽量的到处表演。那其实我主修其实是音乐，我从就是读军校之后就一直都是音乐。蔡宏准虽然是一位魔术师，不过伊的重心也是放在农业。蔡宏准表示，伊都是希望会当进出，连家己拢会当安心食的稻米。产量大概只有一般惯性米的三分之一产量。啊、为什么还有勇气想要朝这个地方来走？就其实现在大家就是讲求健康嘛，我们的理念想要起码种出自己感知的东西。因为种稻啊收入根本都无够生活费用，蔡宏准才利用价值变魔术来补贴。蔡宏准表示，这是伊的理想，就是希望用有机的方式来栽种出无毒的米。伊嘛真感谢有一群好的科技大学生会当来支持甲协助伊完成这理想。用杂草抑制剂下去，他可以将近三个月不去管那个草，两个月至三个月不去管那个草。那我们这个，你只要土一干，草就出来了，而且面积这么大。你一个人绝对做不来，所以你变成是说不断的要请工。那你像我是因为有湖北科技大学的学生来帮忙。这有魔术师身份的蔡宏准，伊所种的米叫做香转米。蔡宏准用伊的卡手表演魔术，嘛是一位真正变出好米的稻米魔术师。记者陈心采访报道。